好，同时有热，好来。然后你这个干热灭菌的话，好 ，OK。你的冒烟很棒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就盖起来，然后我们来，我们来过滤了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那个，这五根，这五根应该操作。OK， 哎，等下帮我录，继续拿着就好了。好，学姐拿着。好，欸 okay、这个刚好。对，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学生烫伤，我会上新闻的啊。老师烫死就算了哦。好，那一样哦。我上次想到一个，我们用勺子扫一扫一样。然后东西拿一拿。假设啦，假设以学生而言的话，哦、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来，我今天不用来。你顾下面，顾上面了。好，来上面。用勺子。这边就摸起来温温的而已。好，因为是不小心那个蒸汽而已。对。你看我动作就是阿允平常是有在家里煮饭做家事的啊、哦。好来，可以帮我特写。好，这样先给我一个特写。哎呦，我换我的那个封面。好，准备，来这边。我一个问题，是不是一般你们在店里面都是一个人操作？对啊。好 ，OK， 好来。我们那个滤网通常都是就架在上面。这个就很好用，它有那个卡住。嗯，我买两个，我买两个。刚刚另外一个比较小啊。应该说不同的那个要有个规格在。好，你来瞧，我来瞧。哇，好香哦，那种有种像那种药草的那种味道。我觉得特别的香气、嗯。OK 了吗？你看一下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关机。老师，帮我借一下。哎。